公众人物，那这样的一个行为确实是不应该，所以我们这边会采最高的一个裁罚的金额，就是15,000。有关陈委员在19号做完 PCR 采检，那20号出入公共场所的一个部分，那在图片看来是没有戴口罩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因为刚做完采检3天，我们还是除了不鼓励公共外出以外，那公共场如果真的要出外出，也一定要戴口罩。那没有戴口罩的部分，就会违反传染病防治法36条。那我们会依同条70条来做一个行政裁处。那委员早上也已经委托同仁来做一个申请自我处分的一个部分，那也他也自己要求自己要采最高的一个罚则，那我们也会受理这样的一个申请。公众人物那这样的一个行为确实是不应该，所以我们这边会采最高的一个裁罚的金额，就是15,000。